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问说，我是你的谁啊，很有意思。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马26岁，来自山东，是名销售。女嘉宾小唐22岁，同样来自山东，是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有请。欢迎两位哈。姑娘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是吧？嗯。你想问问他，你是他的谁，是这意思吧？对啊，我就想问问他，我到底算什么，我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哦，答吧。是吗？算是吧。算是吧。哎呀，你看什么叫算是吧。我们俩以前做过的事你都忘了吗？就来一句算是吗？你们俩以前都做过一些什么呀？姑娘，就是我以前就是在宿舍，嗯，就有一次吧，我就受了点委屈啊。那时候我们俩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嘛，就给他说了说这事儿，嗯。然后没想到当时我也没奢望他做些什么，结果他就那个他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就济南就很堵车呢。我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会看到他，他又在我宿舍门口了。然后当时我一看到，可能加上委屈加上感动的，就快要哭的样子。他当时一下就抱住我了呀，那一整晚都在安慰我，就说一些很安慰我的话，我就很温暖。哦，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已经在一起了。就是你认为他是你男朋友是吧？对。他是你女朋友吗？他算是吧。算是，也够讨厌的了，还算是，那不情不愿的。从那天你们谈话到现在有多久了？得半年了。哦，半年了。也就是在这半年期间，女生认为男生是她的男朋友，男生觉得女生算是她的女朋友，是这意思吗？是啊。为什么这么微妙的这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呀？随着我们两个人的接触，嗯，不断的了解啊，她的性格真的让我无法接受。这个怎么了？啊，就是有一次吧，我那个和我上司然后是去吃饭，然后我上司正好是个女的，但是已经结婚了。她呢是在工作上呢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啊，我呢为了表示感谢呢，就在下班的时候然后是请他去吃饭，去餐厅。然后在这之前我呢给他打过电话，但他没有接。给谁打？给他，给我女朋友。啊，给我女朋友打过电话。第一次说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啊。行，来，我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呢他没有接。然后呢我就直接去了，就是，然后呢是在餐厅碰到他了，他就直接二话不说的就过来，就冲我推了我一下啊，说你这个渣男，以后不要让我见到你啊，当着我领导的面，当着这么多的人面，直着脸面直接指点我，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你为什么要、这个、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舍友他过生日嘛，啊，然后我们宿舍就过生日的时候都是一块儿出去吃饭，嗯，然后进餐厅，我们都进餐厅，不是我看到的，我舍友看他了。那我男朋友跟别的女生在吃饭，还让别人来告诉我，我一看我就没忍住。哦，就过去冲动了一些。他不是说给你打过电话吗？当时买蛋糕的时候在马路上，我也不能老盯着手机，而且他们都在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闲着呀。就是你没接到过他的电话是吧？对，我之后我也跟他解释了呀，我也给他认错了呀。那他当时说没关系，怎么着怎么着的。那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现在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出去干兼职嘛，就需要在外边加上几天，走之前还跟他说的好好的，说就是我们这三天一定要每天保持畅通啊，电话要每天语音聊天，每天视频聊天，不要让我找不到你人呀，让我挂着。嗯，结果前两天我们两个还好好的，第三天完又找不着人了。给他语音打电话不接，视频电话又不接，给他打电话刚开始是拒接，就是他忙，后来就忽略不接。我哪有忽略不接啊，我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打视频电话，那时候我是和同事是在外面做那个市场调研，然后没时间你知道吗？而且是到月底了，我那个手机也没有多少流量去和你去视频聊天。我不是在微信跟你说了吗？我说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和你聊这个，我现在正在工作呢，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也知道我是做销售的，整天也不能抱着一个手机吧，对不对？而且你上课啊，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是吧，你去聊聊微信。但是我呢，我是工作，而且客户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些都没有考虑过吗？我以前给你发短信给你发微信，你也有经常不回的时候，你这个怎么没说呢？这个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个这没什么呀，那什么好任性的呀，没什么呀。
我没有任性，那行，那他忙是吧？他日理万机，行了吧？我理解他，我闲，我大把时间呢，对不对？我那个啥，我那天闲的时候我下课了，然后下午就没课了。当时第一个想法，我就想去找他。嗯。我们学校下公司又很远呢，济南又很热，很堵的，我也得坐公交车嘛。然后中间还倒了一趟，我这儿千里迢迢去他公司了，我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呢，他看见我就是。没有一脸惊喜的样子，就反而就是你不该来的样子，你就满脸嫌弃的样子。哪有不该来啊？哪有一脸的嫌弃啊？他过来之后，我是正在是那个核实客户的信息啊，没顾得上他，他直接跑到我办公桌那边，直接对我说啊我来了，怎么样怎么样的之类的。他说你先别烦我，我就对他就是吼了一句嘛，就是我说你先别烦我，我现在这忙工作呢，你先上一边玩去，我就这么跟他说了一句，然后他呢当着同事那边就和我吵吵起来了。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同事的面，我让我怎么下台啊？让同事怎么想我？我是在谈恋爱呢，还是在工作？你们同事说什么呀？他走了之后，我说这你女朋友啊？我说是啊，怎么直接来工作单位来找你？我也不知道，是吧？可能是过来看我吧。啊，反正就这样吧，反正同事们就这么看着我吧，就是我是比较有大男子主义的这个。对他当时那个做法，实在是和我吵吵这个，我实在是有点无法接受这个。我走了之后一直在等他那个微信联系我呀，什么联系我，结果人家就一直沉得住气儿。你们俩这个有什么好吵的呢？进去看人打电话说我来了啊，你等我一会儿不就完了吗？有什么好吵的呢？谁知道没听说，别烦我。你说我大老远过去就为了等这一句话，那你们俩就别谈了呗。这我看你们俩没有谈恋爱的基础啊。你们俩在此之前怎么认识的呀？就在微信上认识的。见过面吗？就是在微信上聊得很好。聊了多久啊？对，大约两个多月。哦，两个多月。然后这个从微信的聊友到面对面的聊，聊了多久啊？就当朋友的聊了。大半年了。对，大半年了。对。然后有那么一机遇，那你说应该挺火星撞地球的。这表白相当于两个人好在一起才半年就这么烦彼此了。我没有烦他。反正我就觉得他性格特别冲动，这个。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个。我性格怎么冲动了呀？你还说呢？你性格怎么冲动？上一次咱俩去餐厅，然后是去吃饭。然后你呢偷看我的微信，那还不是因为他，就是我跟他约会的时候啊，他的微信老响啊，我说我看一下呀，他又眨眨眼眼的不让看。那我你看人微信看什么呀？他一直老响嘛，我就寻思什么事儿 啊，我们俩也是从微信上认识的呀，哦，是吧？啊，然后我就寻思看看，嗯，然后结果人家就一把夺过去了。之前你知道吗？我有个女朋友，就是因为老是看我微信这个耽误我的工作，我公司是吧也会随时把那个任务情况发到我的微信里面去，你这个耽误我这个办公啊，这个而且你就看就看吧，你直接给我说就行了，你还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去偷看这个。我跟你解释，我说我真的没什么，我现在交往的女朋友就你这么一个，对不对？然后你是怎么做的？在餐厅你就和我吵吵这个，我跟你解释吧你也听不进去，我就摔门就走了，我就把他自己撂在这个餐厅里了。就看他都说了，他把我自己晾那儿了，咋了呢？就我自己一个人。那你还想跟他好啊？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我还是不是他女朋友了。你觉得呢？我现在这个态度，我们俩你觉得不是你自己觉得呢？就这个东西还要问我们吗？你觉得你是他女朋友吗？我们俩都很久没见了，有多久没见了？又得半个月了。那你觉得你是他女朋友吗？我觉得我现在不确定了啊。男生喜欢就告诉人喜欢，不喜欢告诉人不喜欢，要接着谈就接着谈，不接着谈来个干净话，说我不喜欢你，咱俩分手吧，一句痛快话都没有吗？我呢刚开始接触，为什么和他交往，主要是因为他呢在我下班的时候，因为不是工作比较忙嘛，然后他呢就是订了那个外卖，然后亲自给我送过来，真的让我特别感动。这个我觉得一个女孩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那你现在光指责我脾气大什么的，把我在乎你的这些全部细节全部表现为什么？我很烦，我脾气很大又烦着你了，我对你的那些好你都忘了吗？你对我哪些好？就这一个吧。啊，就这一个哈，接着说。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我和他去他那个朋友家，然后是聚会嘛，参加聚会，他和他朋友正在聊天，我呢就是想过去和他打个招呼，他就回头冲我吼了一句，说你别烦我，你们看我俩正在聊天吗？这个我就很不理解了，我也没做什么呀。这个我当时就是我朋友在聊他家里的事儿，他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嘛，他过去这么插一句，我就太是把他当作自己人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没想到他一直挂着。
你们俩半个多月没来往了，是吧？对，这你还想跟这姑娘继续交往吗？交往可以，她把她那个脾气改掉。我没觉得我脾气大呀，其实。你觉得你没脾气大？没有。没有。你还想跟她交往吗？那。这哥们有什么好啊？天天黑个脸。你说说。就是他在我需要陪伴的时候也陪伴过我，啊，然后我们俩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啊，他带给我很多惊喜，就比如说你看他像这样的木头人，就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带给我惊喜呢。哦，你居然说他是个木头人，你过生日他给你什么惊喜了？就是八月份嘛，八月份他可能也挺忙的，我根本就没奢望他给我过生日，因为我一直想要的就是陪伴就好，啊，很简单。他呢，可能也是问了别人嘛。我就在宿舍楼下看着摆了一个心形，然后上面还有我的首字母，还抱着玫瑰花，哦，还给我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熊。啊，你不觉得特傻吗？一个男人那样。可是当时我觉得很幸福啊。啊，所以从八月份就靠那个幸福的回忆活到现在啊。没有。啊，你什么还想跟人谈？你态度能好点吗？可以。你这么跟我说吧。你希望他怎么样？你愿意跟他继续交往？我希望他能恢复以前那种性格。以前什么性格？就是说能特别理解我，该说什么事情嘛都特别理解我啊。发微信回来晚了吗？吃饭了吗？就是在生活的小细节上就特别关心我这个。就你希望他能关心你是吧？对对对。那你也应该关心他呀。但是不要在工作上问题去干涉我这个东西。哎呀，就又是查我微信。我怎么就干涉你了呢？又是查我微信之类的这个。啊，我什么叫查你微信呀？我也没管你要微信密码，人家谈恋爱都会要 QQ 密码、微信密码，我这还没跟你要微信密码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应该自己有自己的秘密吧，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吧，这个，你也不能这样。我本来是挺喜欢他的，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温暖嘛。啊。但现在你看他这态度，让我也很迷茫。啊，行，听明白了，就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那。你以前谈过女朋友吗？我以前谈过一次。啊，哦，为什么分开呀？就是性格不合这个。你跟他算性格不合吗？我感觉我和他性格特别合不来这个。哦，特别合不来。对。那你就跟他提出分手呗，为什么不提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在于我吧，在于他吧这个。不是，你是希望他改了你还跟他好呢，还是？我不想继续和他交往了。啊？我不想和他继续下去了。那就直接说呗，听明白了吗？人不想跟你再交往了，听明白了吗？不接受是吧？听明白了。啊，其实早明白是吧？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女生其实心里早知道男生的态度，只是不愿意承认，觉得这还是最后一根稻草是吧？来这儿希望我们帮你把它挽回，是这意思吗？啊，那你直接说呀。两个孩子都愿意绕圈圈，行了，反正事儿就摆在这儿了。男生去意已有，女生还流连不愿意放手，应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有些女孩子其实会陷入一种所谓的过往的回忆中不能自拔，总觉得哎，他曾经对我那么好啊，他曾经在我难过的时候和寝室的女生吵架的时候，那么给我惊喜的在我的身边陪我，所以你看他曾经对我那么好，那现在他怎么了？怎么对我这样了？不行，我不甘心，我得让他像从前一样那样对我。所以你并不是不知道他不爱你了，你并不是不知道他要和你分手，你就是不甘心。而往往这种不甘心的感受，其实会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他。那只是一个爱情的花火，转瞬就逝了。你想去捕捉那瞬间的花火，并且耗尽自己的精力让自己深陷泥沼，是一种挺笨的行为。所以你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可能曾经擦出过一点火花，已经过去了。你说我脾气没有那么不好啊，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合适，让你本身就有的那一点点暴脾气在他身上展露无遗。就是有一种恋人会让我们美好的部分放大，而有一种陪伴你的人会让你不好的那面放大，那后者是一定要割舍的，他促成了你的不好，你还为什么要留恋？而男孩你也别说他脾气大，你也挺火爆，你从上场的说话的声音就一直是火药味十足，似乎从你们描述的很多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听到太多
他怎样对你不好了，你也没见得好到哪去。他去看你，去单位找你，你直接说你别烦我，那好脾气的女生也得冲你发火。所以你压根就没有温柔的待他，你没有爱到可以温柔以对。所以你也别想说我很大男子主义，我不能主动说分手，说分手我是负了他，我担不起这个负人心的这种责任。而其实这才是不负责任，你拖累着他呀，你明明不想在一起了，还躲着拖着折磨他，折磨你自己，得不偿失。其实你们的感情已经到了尽头，放下所谓美好的回忆，把那个回忆放在心底，偶尔去想想曾经有过的美好，其实也值得我们感恩的，不要再彼此伤害和折磨了。好，谢谢，谢谢严老师。我在想，这两个人如果换成别的情侣的话，可能早就分手了，不会到这里来求证。一旦说到求证，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其实在别人看来，或者在你内心里面已经明确了一个答案。求证是什么？求证那就不是。当那边一开始还说他算是我的女朋友吧，那在我们听来那就不是。那为什么你们两个还能来到今天的现场在这纠结呢？你俩的脾气我能感觉到，包括发脾气，包括说的声音大，爱着急，其实都是一种情绪诉求。包反的这种，在公众场合和他的老板吃饭，你到他那里去看望他等等很多的小细节，在我们看来其实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冲突，而你们却发生冲突了。这就提示你们俩可能不是同一频道的人。你们在微信里面不见面的时候聊天，可能没有那样的场景，没有那样的情绪氛围，聊天还彼此顺畅，但是一走在一起一见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些看似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居然变成了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这提示你们不适合在一起。不过呢，通过今天呢，我也特别想总结一个经验，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在平时交往当中，一旦有人说话的声音特别的高特别的快，就容易激发对方的情绪。所以你们两个不管今天走不走在一起，今后稍稍的放慢一下你的情感，照顾一下对方的感受，别激起没有必要的情绪和矛盾，要不然你们未来的情感路都不会走太远。不过如果今天一定要我给一个建议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确实不适合在一起。好，谢谢，谢谢于老师。刚刚严品红说你其实早就知道了男生的态度是什么，其实你不知道，对吧？你不知道他已经铁定了要分手是吗？你到现在都没有认清一个事实，你把这小子给惹毛了。谁说他不会温柔？他会温柔。他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不是半个小时之内骑着电动车穿越大半个城市跑到你门口抱着你吗？他会温柔的，但同时他又很耿直。是我想象出在你的楼下摆出所谓的蜡烛和你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抱着一大束鲜花向你招手，那事儿不像是这种人做得出来的。所以我断定你们两个人都不懂对方。就我想付出什么，我付出我的，你想要不要我不管。就比如说你每次当你发脾气忍不住自己的时候，你不管对方能不能接受，你也不管是什么场合，我要做就是要做。而对于他来说也是如此，你们只有第一次他想做的是你想要的，就是他抱着你所谓确定关系的那一次。除了那次之外，后面的每一次你们自己想要的付出都没有考虑对方是不是要，所以你们是鸡同鸭讲，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考虑到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说啊，和付出比起来，懂得欣赏一个人更难。因为如果你要付出，你只要拼命地往外掏心掏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要懂得欣赏对方，就要尝试去想想对方在想什么，但是你们没有。所以在刚才主持人问你说那你干嘛还要来呢，别人都说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这小子有什么好，你突然之间就沉浸到回忆当中，喜笑颜开地说哎呀他给我买鲜花呀，他给我摆蜡烛站在中间，
但是你没有深深地意识到，这个男人在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点讨厌你，你还蒙在鼓里。所以说，男人自尊心太强，女人太过于任性，彼此都不懂得欣赏对方。这么长久以来的相处，没有让你们感觉到探入到对方的心底里，这场恋爱算是白谈。就这样吧，好聚好散。哎，其实一个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你们俩没开始过，半年应该是热恋吧。那爱情真来的时候，巴不得天天腻咕在一起呢，有个腻的机会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没开始过就别再纠结了，那一会儿好好的把彼此曾经那个微信里面聊的那些热乎劲儿的那些语言拿出来，跟对方说声感谢啊，然后该干嘛干嘛，别再纠结了。姑娘，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爱过你吗？听老师那么一说，我都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你以前认为他爱过你是吧？你爱过他吗？你爱的不过是那个感觉，并不是这个人嘛。行了，你们俩一会儿说话的时候都温柔点，尤其是你，跟人谈恋爱不喜欢就告诉我不喜欢了，我受不了，我要走，别找那么多理由。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我知道我对你态度特别冷淡，我呢也不想耽误咱两个彼此的时间，我想我们都应该给彼此一点时间和空间。我觉得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吧，我那个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这个那就告诉你，你说咱俩一起逛操场的时候，济南总是有星星，是因为我，这些都是真的吗？是啊，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咱们能做个普通朋友。我也觉得是真的，我也觉得星星，满天的星星都是因为我们。哎呀，这段表白听得有点傻，这就像一个诗人哈、跟一个木头在那说话，反正木头也回应了。你们俩这个确实是个鸡同鸭讲。你看啊，这个心里有情的人呢，抬头看天，那星星是情人的眼；低头看花，花上的露珠是情人的泪。那对于他来说，那星星就是星星，露珠就是露珠。你们俩压根不在一个轨道线上。行了，请回吧，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啊。那个多情的诗人会不会再回来给啊